车仔赛程抹反底搏细仲好。上个礼拜咧，英格兰足总杯踢咗半场好波，2-2逼和咗曼联，唔使出局。但系要重赛就令到车仔嘅赛程更加频密啦。加上咧对上5场有4场作客嚟嘅，周居劳顿之下，球员未必会有十足状态噶。前锋丹巴巴咧更加唔符合上阵资格，咁睇嚟就要出颓废扑啦。不过他在2013年上阵了16场比赛入得1球，大家还会不会对他有信心呢？作客的布吉勒斯特星队就已经5连胜了，更加是罗马尼亚联赛排榜首，近况看来不错的，而且还领先的1球，一定会想守住个胜果的，是不是？球迷一于博车仔90分钟小胜1球，之后看加时了。